9月4日，被华纳音乐首位今年重点新人的王诗安在西门町宣传新歌，一身红衣搭配骏马现身西门町热闹商圈，他显得稍有紧张，现场风非常大，让他频频拉衣服，担心会走光。在荷兰长大的王诗安从小就会骑马射箭，休闲娱乐跟一般台湾女生大有不同，在公司贴心安排下，在台湾让他过过骑马的瘾，对此公司贴心安排他觉得非常感动。我觉得其实我一直都很感谢公司，因为我觉得他们真的知道我喜欢的东西，然后真的很尽力很用心的在帮我做这些事情，那我其实不会有压力，因为我很开心，我只是很开心这样子。平常看起来文静的王诗安拿起弓箭很有杀气，现场拿起弓箭射向第一，狠劲十足，展现不同的王诗安。发行新专辑《你好吗》，公司砸钱宣传毫不手软，希望他能在各个榜单中冲出第一名的好成绩。东星娱乐整理报道。